家是藏多少的疯狂，那青春的荒唐，像一杯的毒药，有点傻而死当。有人去了保险，有人从此失恋，有几个陪着我到长大成长吗？想大逃杀，逃不过社会化。话说啊，真的没有不变的永远吗？约好了不见不散，那个老地方有没有青春勇敢？当时的模样，现在的你呀、啊，我啊，是不是一样？是不是像老旧诗里那还天真浪漫的想象？的洗家石旁留在彼此背后许的愿望，你有实现吗？那时候翻过围墙逃离别人情网，而现在为何会跑？谁的一样眼光？约好了不见不散，那个老地方谢谢张杰林学姐这段时间的照顾。我刚开始进去什么都不会，你费尽心思教了我那么多，虽然我有的时候懒惰不去下身旗，可是你还是亲切的
提醒我要下神职。谢谢这段时间你的照顾。谢谢那个詹景明还有廖宇君学姐，他能够回答我一些问题，然后让我能够进步。然后接下来还要感谢陈佩学姐，他到后面的时候来带我，让我能够勉强完成一首歌。小浩学长姐，谢谢你们容忍我们升旗场迟到，也时常提醒我们社办不能做什么，例如翘脚喝饮料。也谢谢你们也继续容忍我们不合群。黄思乔，下场回啊。嗨，佳琪，虽然我已经转组了，可是你还是我学姐。你之前每次都很屌气，问我第一个音是什么音，然后我每次都告诉你，哎、啊，现在我已经转组了，你就去找罗乐琪吧。所以就这样，拜拜。谢谢学姐这一年的教导，然后星期五的时候也会陪我留下来一起练习，一起被教练念。然后你升到三年级以后，会不常来练习，然后我会把场地练好，放心。石嘉俊学姐，虽然我中间才转进来，然后呢场地不太好，可是呢我会很努力追上。就是会更进步就对了。然后，虽然你身上三年前是要常常回来陪我们，这样。下一届的学弟妹，我会做好他们的榜样，所以你们就专心的准备统测吧，加油！学姐们好，虽然我很常翘课，但我还是很喜欢打球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打基础的学姐们，没有。首先先谢谢李文林学姐。虽然平常你的话不多，但只要我的打击上有任何的困难，每次请教你，你总是能够立即给我回应。接着谢谢郭子萱学姐，在我刚进来的时候，我的节奏感很不好，那你用尽了你的力量与耐心教我打打击垫。再来谢谢陈佑荣学姐，虽然平常与你的互动也不多，但只要大鼓打错或是有不正确的地方，你也能够给我明确的指示。最后要感谢李怡珍学姐，虽然我的铁琴打得也不怎么好，但你也是很用心的，而且不厌其烦的教我打铁琴。总之，很感谢打击组的每位学姐，以及已经毕业的两位学长黄桂宏与高胜尧学长，祝淡商管乐成果发表会圆满落幕。